世足赛一定要看啊，因为你不看你也会看到，因为就是整个全民的一个休闲嘛，在这个时候，对。那这次新歌搭剧场先曝光啊，然后会不会觉得会不会带动人气，或者是网络上面的销量？你说新歌搭剧新歌，曝光。哦，这当然是希望让大家听到，然后也我们也选择最适合的音乐配上最好的剧这样子，然后让大家更能够感受整个剧情也好，或者是音乐也好的这个氛围啊，对，就希望大家喜欢利用视觉或听觉的方法去喜欢一些作品这样子。那像6月就要发片啦，那会不会就是自己比较在意实体的销售，还是数位的销售？实体的 CD 其实已经走向，我有点觉得已经有点走向这个绝版的道路了。那绝版不是一个坏事，绝版是一个时代的崭新嘛。那就希望大家珍惜快离开的这些事物。那么全新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迎接，用新的方式、新的逻辑、新的概念去接受新的怎么讲这个音乐的这个管道，这样子啊。虽然6月才要发专辑，可是最近好像曝光了这么多首歌，要不要聊一下这一次为什么会不同以往的这种策略？其实我会蛮喜欢这样子的，因为之前做专辑，一张专辑大概10首、11首歌，那么打歌数量有限，一张专辑往往我觉得会有很多首歌是很可惜的，很少人会听到，或者是很少能够分享给大家的，所以利用这个，不管是跟产品结合，或者是跟电视剧结合，我觉得只要让大家能够听到音乐，多听到一首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，我是非常开心，然后这也可以带动我做音乐的一个动力，这样。所以说，像刚刚踢足球嘛，就是平常都很爱运动，平常就在踢足球。平常没有踢足球，因为台湾比较少机会可以踢足球，那。我平常就喜欢打篮球，就是球类运动我都非常喜欢，所以因为球都是大部分都是玩圆形的球嘛，所以圆形的球都可以拿来踢，对，所以就不会说只有足球可以踢了，所以一些运动的一些基本动作，可能多少小时候就常常在乱做嘛，可能不标准，但是就是很爱玩玩球类运动。是跟自己的最近是跟那个优品棒其实不需要讲，就是进行。我不希望花时间讨论这些事情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那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我只希望我。有了结果，有了答案，我一定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。谢谢。好了吗？谢谢。这当然是希望让大家听到，然后也我们也选择最适合的音乐配上最好的剧这样子，然后让大家更能够感受整个剧情也好，或者是音乐也好的这个氛围啊，对，就希望大家喜欢利用视觉或听觉的方法去喜欢一些作品这样子。实体的 CD 其实已经走向，我有点觉得已经有点走向这个绝版的道路了。那绝版不是一个坏事，绝版是一个时代的崭新嘛。那就希望大家珍惜快离开的这些事物。那么全新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迎接，
用新的方式、新的逻辑、新的概念去接受新的怎么讲这个音乐的管道。平常没有踢足球，因为台湾比较少机会可以踢足球。那我平常就喜欢打篮球，就是球类运动我都非常喜欢。所以因为球大部分都是玩圆形的球嘛，所以圆形的球都可以拿来踢，对，所以就不会说只有足球可以踢了，所以一些运动的一些基本动作，可能多少小时候就常常在乱做嘛，可能不标准，但是就是很爱。我不希望花时间讨论这些事情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那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我只希望有了结果，有了答案，我一定跟大家分享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。